大家好，我是华哥哈，大型宠物市场又来了，来看一下，人山人海哈。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棚子下面，看到没有？有粉丝要选个黑牛，今天市场有一窝黑牛哈，有一个非常漂亮，盘了一次价格没盘下来，咱给他老板再盘一下来。Later， 哎，走，我带你去买，把你的衣服脱了给我的。来来，我们看这一个哈，老板看，哎呦，你叫看一下，还没看好呢。不想给你看，看都不想给你看。哎呦，这那大的活计，都抓了一个洞。哎呦，你看，他抓你，你就把他便宜卖了。你看指甲也你要不给他剪，瞎了你。指甲你也不给他剪，给你不卖了，我现在必须把他衣服钱也加进去。衣服钱也加进去，你真的太黑了，老板。哎呦，指甲这么长呀，你也不给他剪一下呀？用指甲刀给他剪一下呀？来，过来，我看一下。来来来，哎，往怀里钻干嘛呀？来看一下，老板啊，老板非常漂亮，也非常牛逼哈，看见没有？老板一刀切80斤，膘肥体壮的，看侧面上，一刀切的脸，尾巴，看一下尾巴。哎呦，尾巴是内螺丝的，也不错，非常漂亮啊，全黑啊。你说个实在价吧。3200。呀，你还真加衣服钱了？嗯。刚才2600，这变成3200了。你把我衣服都勾了一个洞，刮瞎了。哎呦，我给你买一件，走，我带你买衣服去走。你把这衣服脱了先给我。不用了，你只需要加钱就行。不是加钱，你把衣服脱了给我，我给你钱。短鞋诚实的，别乱要了。刚才2600，你这有2000，变成3200了。我现在把我衣服脱了，也给我低于2600啊。说实在价，行吗？啊，没法跟你拿。哎呦，又没法，人家能讨厌我了？啊，不就是给你砍价吗？一给你砍价，你都讨厌。你啥事都不会给我高价，是不是？那是啊，你要2600，我给你3200，你肯定高兴，对吧？是吧？那买衣服钱也够了。哎，说句实话吧，说句实话的，你看。我不啊，人家是拿不动啊，我直接给你，真拿不动。拿不动，就是拿便宜的。哎呦，你还能这样呀，老板娘？你觉得你家的牛现在卖的你特别牛呗？当然了。啊？那其他都没有了，就你家有。你看一下品相，其他家也有便宜的，品相不一样，对吧？品相不一样，我知道品相不一样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也不乱给你1500。你走吧，你。哎呦，那我真走了。当然了，你真凶，你真凶，这美女太凶。不是，这种品相你给1500，你给2000，我都能考虑一下，我都不会给你。哎呦，我给你1500还不行？不行。真不行。我真不行。哎呦，你至于吧？1600，1600行了吧？再给加100。不是，哥。啊。先把狗看一下。你别喊哥，你一喊哥我就输了，别喊哥。说实在价。哎，说走，确实挺漂亮的，我承认它漂亮。你说个实在价吧。我跟你说了，不会低于2000，就2000。2000真的拿不动。哎呦，这又变成2000了吧？两千，但是我是个诚心的，我也不跟你要黄。哎呦，这一会儿这摸了这一回，得说了句实话了。你看，1800，我也不给你乱了，1800。1800行了吧？看一下狗。对，啊，舌头真的漂亮，啊，人也漂亮，老板娘也漂亮，你看这眼睛，确实都漂亮。嗯、啊，长得这么漂亮，你也不差那200块钱，让我吧，1800。1980。啊？1980。哎呦，1800，好数字。2000块钱不卖的哈。啊，1880，好了吧，行吧，吉利数字，祝老板娘越活越年轻，然后越来越发财，好吧？财源广进，好吧。买衣服吧。啊，买，走，我带你去买，把你的衣服脱了给我的。我把这狗给你卖了，我给你买衣服去。真的，我给你买衣服，走。你啥眼神？你看，来，给我吧，来，我给你带走。哎呀，这老板娘挺幽默的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买衣服带你。啊，来买个狗狗，带个老板娘，多好。来，看一下，漂亮吗，家人们？等一下带走哈，等一下带走发货去。漂亮，1880，哎呦，太牛逼了，看到没有？狠货，这是狠货。